勇气。美国的伯纳德·韦伯著，阿甲翻译。Courage. 勇气有很多种。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ourage. 有的令人敬畏。Awesome kinds. 有的平平常常。And everyday kinds. 预备跳。但我确实敢跳这个，但是只要别太高了就行。你先从那个浅的地方开始试，然后那个高的地方还得学一下，猛的一跳容易呛着啊什么的，还挺危险的。总之，不管是哪一种，勇气就是勇气。Still, courage is courage, whatever kind. 勇气是你第一次骑车不用安全轮。Courage is riding your bicycle for the first time without training wheels. Just like Jasmine. 那个小时候，我小时候都是那个直接就是骑三轮，然后去掉一个，然后再去掉两个那个辅助轮。然后现在是那个迪卡侬有那个后边大人能架着的那个东西，所以就方便学自行车了。勇气是去参加智力竞赛，而且你的题目是，赵字怎么读？祝，我把这块照下来。祝原文意为，勇气是参加拼写比赛时要拼的字是 superciliousness。此处为符合中文情景，在译文中做了修改，赵字音。一般用不上，也不是那个，你也配姓赵的那个赵。武则天他的一个号叫赵人，是这个赵吗？应该是。勇气是你有两块糖，却能留下一块到第二天。Courage is two candy bars and saving one for tomorrow. 勇气是到了开饭时间还拼命巴望着在真肉汤里还能有真肉块。这是什么？ Courage is 你先读。 Courage is meal time and desperately hoping is not chunking chunks in real grabbing again. 你读这段注。注 chunky chunks 字面的意思是大肉块，其实是一种干狗粮。狗粮广告中还经常跟着 gravy， 字面意思是肉汤，其实是肉汤口味的调味汁。之所以用 real 一词，是因为显然连肉汤也不是真的啊。勇气是让别人最好离你的小弟弟远点，不能欺负他，是不是？能保护他。Courage is nobody better pick on your little brother. 小心有狗。这个狗一个人在这儿睡了，还挺害怕的，是吧？父亲还乱七八糟的声音。勇气是晚上由你负责查看房间里的动静。可能有乱七八糟的声音，然后这个狗它去查去了，当然最好是人查。Courage is your job to check out the night noises in the house.勇气是刚搬到新地方，你大方地说：“嘿，我的名字叫韦利，你们呢？” Courage is being the new kid on the block and saying flat out, "Hi, my name is Winnie. What's yours?" 勇气是吃蔬菜时，不做鬼脸，先尝尝再说。Courage is tasting the vegetable before making a face.
勇气试读侦探小说时，不先翻到最后几页，偷看到底是谁干的。Courage is not peeking at the last pages of your whodunit book to find out who did it. Yes. 勇气是和别人吵架后，你先去讲和。Courage is being the first to make up after an argument. Argument. 吵架。勇气是故意踩人行道的缝隙。我不太清楚这个什么意思。这是国外的一种迷信，其实这个就可以跳过了。你还特别咱们这块没有这个传说，而且你还特别喜欢踩这缝隙是吧？这个啊，所以你完全不理解，这个跳过。勇气是棒球比赛进入最后关头，平分，二出局，满垒，轮到你最后一击。注：在棒球比赛中，这种情况下的击球将决定胜负，就有点像足球比赛，已经补时三分钟的最后十秒钟，突然判了一个点球，这个点球决定着胜负。Courage is the bottom of the ninth, tie score, two outs, bases loaded, and your turn to bat. 勇气是你知道个大秘密，却答应对谁也不说。Courage is the juicy secret you promised never to tell. 勇气是让陌生人给你洗洗刷刷。哦，这个是那个流动洗狗车。这个在中国也没有，在可能在国外有吧，不知道在哪儿。就是那在国外在哪儿那个国家有，我还真不太清楚。给那狗在车里边洗澡。挺恐怖。Courage is being sunset and scrubbed by strangers. 勇气是改掉坏习惯。Courage is breaking bad habits. 勇气是在别人都特别严肃的时候，你突然想起一个好傻的笑话，却能忍住不傻笑。Courage is suddenly remembering a silly joke and trying not to giggle when everyone else is being especially serious.这是跟那个上课的时候老那个想接下茬儿，你现在明白接下茬儿什么意思了吗？或者说是就比如说没有举手就回答问题，或者说是老师正在讲课呢，你突然想起了一个特别好听好玩的笑话，然后就讲给同桌听或讲给后边的人听，就类似这种情况。勇气是去参加一个生日晚会，你到的实在太早。Courage is arriving too much early for a birthday party. 住在西方，如果别人邀请你参加聚会，到得太早会显得唐突。到得太晚会让主人觉得你对他不尊重。最好是在聚会开始前的十分钟到达。这个在哪？是在这儿吧？在中国可能也没有什么。在这儿这块上面这个对，你可以朝你一点。茉莉，这个不用我。Courage is arriving much too early for a birthday party. Too much early. 勇气是寄情人卡给你暗恋的他，还签上你自己的真名。Courage is sending a valentine to something secretly admire and.Signing your real name. 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闹的？可以跟爸爸妈妈聊聊，或跟你最好的朋友聊一聊，好吗？勇气是爱他却不摘他。Admiring but not plucking. 那是一只猫，一开始就乱摘，
什么都不按照规矩走，是不是？嗯，那我连虎猫队长都摘了。嗯，这就像那个大家都在闯红灯，谁不闯红灯谁有毛病似的。勇气是不开灯就上床睡觉。Courage is going to bed without a nightlight. 勇气是你决定去理个发。Courage is deciding to have a haircut. 勇气是努力藏起你小气、嫉妒的一面。Courage is trying to cover up your mean, jealous side. Jealous side.嗯，勇气是坐车游览到风景最好的地方时，你被挤在中间。Courage is a scenic car trip and being stuck in the middle during the best part. 嗯哼，有时候会有一些小遗憾什么的，但总要有人坐在中间，是吧？嗯，嗯，不能太不开心，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遗憾，是吧？那个勇气是解释你的新裤子怎么弄破的。Courage is explaining the rip in your brand new pants. 你跑雪山得练习啊。嗯哼。勇气是再来一次。Courage is going on it again. 过山车，这个。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害怕不害怕，主要他往下冲的时候那个胃里特难受。嗯，然后这个是勇气，是知道还有高山就一定要去征服。Courage is if you knew where there were some mountains, you could definitely climb them. 嗯，但这个爬这个山的话，就一定要先多练习。对，然后各种护具啊都要带好，嗯，还有各种知识都要先学，然后体能什么都要训练的，不是瞎爬。对，我看见这个，我刚才都抖了两下。有喂，你就跟那个爬那个艾里克的那个攀岩似的，是吧？嗯，我不爱爬那个。哦，没事，你现在就没问题了。嗯，勇气是上探太空，那你这在飞机上你也没觉得害怕是不是？嗯嗯。那个按照那个那个著名的那个谢耳朵说的话，那个你不是恐高，你是恐摔，你不是因为那个高了你最害怕，你是怕摔着，是不是？嗯，那个你直接把这句话给读完吗？勇气是上探太空，下探深海。Courage is exploring heights and deeps. 嗯。勇气是小草从冰雪下破土而出。Courage is a blade of grass breaking through the icy snow. 勇气是从头开始。Courage is starting over. 他又给弄好了。嗯，是，这有时候东西有些东西会损坏呀，或者说会遗失啊，是难免的。如果你就因为这个就彻底的不开心了，那就太没意思了，是吧？嗯，不小心弄坏了，咱再去想办法修补，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事情。对，嗯，勇气是坚持自己的梦想。Courage is holding on your dream.嗯哼，就比如你要唱歌的话，不可能一上来就唱的像，哎，你好，现在还没有听什么，歌星的歌，就是说不可能一上来就唱的特别好，或者说是弹的特别好，跳舞也是不可能一上来就跳的特别好，你那个画画啊、做手工啊，都是经过了无数次的练习，是不是？对。哦，哟呵，天哪，好辛苦是吧？嗯，这跳绳是不是？嗯。行，下一页。勇气是立志做一名消防员，或是一名警察。Courage is being a firefighter or a police officer. 嗯，就这两个工作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就是去帮助人和救人。嗯，你不能就说
一上来就或者说是永远指望着别人来救你，你也可以也许能够帮助人或者说救别人。嗯哼，当然了，也不止这两种工作，你比如说做医生做老师，你都可以帮助人救人教人，是不是？只要别害人就行。勇气是必要时说声再见。Courage is sometimes having to say goodbye. 嗯哼，应该是最后一页了吧？哦，还有，勇气是我们相互给予的东西。Courage is what we give to each other. 嗯哼。在这一个怎样的世界拥有怎样的勇气，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了，慢慢来，加油。嗯，好的，加油加油加油，拜拜拜。